这和我脚蛋多，和这脚和这我脚蛋软。不是，有点缺维生素呢，脚蛋。缺维生素啊？缺维生素几？嗯、买复合型的。复合型维生素啊？嗯。B21啊，买复合型的。你说我现在吃的是，嗯。这玩意儿这边深呢，那挺长时间没抠了是吧？这个原来不疼啊，就从哪抠完这个之后，这面才觉得有点疼啊。这不是有你在这指下，我就说就不疼是？我这不是要出门吗？要出门要是，在我要再上版纳呢，得好几个月不回来。我这不怕这是到时候长疼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去？上哪儿找你去？要是在这块住我就无所谓了，疼着我现来不都赶趟吗？对，那你现在是上版纳还是上海南呢？我现在上海南，海南完之后上那个版纳。谁在版纳呀？没人啊，我就上那儿去闲逛去。那块儿这不好吗？这块这两天昨天在被盖被在屋里躺着，完我再上腾冲，上腾冲。我寻思你那啥呀？我寻思。你在百纳还整个房子呢？没有，百纳那会儿，百纳那个房建的30多万，要整的有弄完不少搁那整的。看不出来，那老太太有钱呢，老太太。啊？有钱呢？你说我呀？啊？哪有钱呢？又是海南又是云南的，这玩意不行，下次需要涨价啊！还涨价？我必须涨价。你说那时候便宜，你这时候啥呀？你这时候你叫我在海南的买，我也买不起啊。哎呀，你那时候能买得起，证明你那时候也有钱。那时候有钱，证明现在更有钱。那没有，这都退休了。我是不是一个否认了？是不是？他退休工资也挺高啊。那我给你上海南上三亚那边给你溜达溜达，就干这个什么修脚或者是那个什么，回来时候告诉你呗。行、啊，你看那边我知道。那你要去，你就在三亚，别的不行。海口那地方虽然说人多吧，但是咋的？海口那块儿就都是上班族，就是有钱的都不上海口，有钱的全在三亚。全在三亚，在什么，海棠湾、清水湾。行啊，那地方，哎呀。反正那块那个，你要是租房子，房租也贵。买卖好，不在岁数。不是不在岁，你整个房子回头之后在那一转吧。不行，这个疼了。金刺儿，修薄点儿，没事儿。修薄了不行，修薄了那个一整个啥修不了。我现在给你修薄就挺时间长点的。你说咋的那块儿吧，不像这面似的，你也不需要穿多少衣服。下的时候就一双踏拉板，完了一个大裤头，一个那啥。有些人受不了潮。哎呀妈呀，不是潮啊！开始说，其实我头七天，你真正受不了，就七天之前的时候。你在这块干巴的，在那块就是潮乎的。你过十多天之后，哎呀妈，可好了。你要彻底习惯，就是半个月之后就习惯了。